有民众抱怨到高雄新达港点了一份300元的鲑鱼生鱼片，但送上桌一整盘全部都是橘色，完全没有白色油花分布，不止色泽和口感，就连味道也跟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分享照片之后，网友开玩笑的说，这绝对是刚从医美抽脂回来的鲑鱼。对此，其他业者解释，通常油花分布比较多的部位是在腹部，这应该是靠近尾端的肉才没有油花。切片鲑鱼送上桌，让民众傻眼，怎么每一块都橘橘的，完全没有白色油花，一份差不多10片还要价300元。民众po网抱怨，说到高雄新达港点了300元的鲑鱼生鱼片，结果送上来长这样，不止口感和油花，就连味道也不像鲑鱼，应该都有纹路啊，颜色好像不太对。我是觉得它冷冻可能比较久一点，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比较不新鲜了，和印象中的鲑鱼不一样。照片引发热议，网友留言，这绝对是刚从医美抽脂回来的鲑鱼，有健身过。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冷冻鲑，内行人解释，应该是部位不同，比较靠近尾段的肉，油花分布少，就会长这样。冻的时候嘛，就较无油啊，它尾巴也较无油啊，哎呀，较俗啊。正常的鲑鱼的颜色是这种颜色，太红的也不好吃，太白也不好吃，这一块就是有油花了啦。嗯，可是油花是肚子占比较多啦，肚子至少差不多80%以上的啦。它背部它20-30%啦。油花分布影响到鲑鱼外观。另外，生鱼片的片数，老板说会依照客人要求去切，喜欢口感厚一点的，片数相对就会比较少。下次购买前，不管是部位或是偏好的口感，建议先和店家讨论，以免买回去一肚子气。记者陈怡于高雄采访报道。